今日新仇旧恨，我一并算清。一个人前后差异怎会如此之大？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！师父在上，斩草除根，接受弟子，否则我活着一日，师父就不会再让任何人当做我。听你真好，到底哪个才是真的？放不下，像你这种没心没肺、无情无爱的人，怎么能懂？放过他，乖乖让路，回去忏悔，我不杀你。其实我自己才是最大的傻瓜。你死不和从谁？我这么笨，谁不懂？是不是不配做他的徒弟？人生苦短，遇到全心相待的人就不该再等。以后的路我会一直陪你走下去。